先生，我要搭你们的车，难道没看到我的首饰？是你呀，奶奶，哎，请告诉我，什么是梅格？梅格啊，是我们彝族的根谱，是口耳相传唱不完的歌。根谱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我决定了，我要拜你为师，学梅格。当然，我可以教你英语，保证会通过六级。你为什么要选梅格？船舶，我想让我的祖国，甚至全世界知道什么是梅格。奶奶，哎，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？哦，当然可以了。你为什么一直都住在姑娘房？你从来没喜欢过谁吗？喜欢过，可是他呀，更喜欢梅格。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更喜欢梅格的人是谁？他是梅格的传人。60年了，你心里呀，只有你的梅格。各位啊，当初为了我的梅格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呀。你要我留下来也行，但是你要再唱一次刚才的梅格给我听。奶奶，他们爱你呀，我也爱你。哦，阿罗，赶快回美国吧，把梅格文化带到美国。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梅格。阿洛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们不是一直想把梅格传播出去吗？我是梅格的传人，梅格是水，我就是鱼，鱼儿离不开水。但是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梅格从这里走出去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梅格。莎拉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有阿波一个亲人，我不能把他留下。还有果薇奶奶，她和阿波为了梅格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爱情，所以我不能走。